嘿，皆さん、こんにちは。我是阿龙啊，欢迎回到我们审判末日生存的时刻。那你们这一集看到的也是一个新的营地，那为什么呢？这不是说之前的船长出事，上了船长啊，或者是怎么样？那只是单纯说他游戏更新啊，对，那更新了之后就导致说有些东西，哎，游戏基本上就要重玩了，对。那它更新了什么，我就来说一下吧。以我这个烂的不行的说明来说一下吧。那首先呢，优先级跟技能这两面呢是更新的幅度比较大了。首先是优先级，那优先级这边呢，它就变得比较直观一点。那以前呢，它是显示什么100%的，它没有加成也没有扣减的技能呢，它是显示是100%。那现枪呢，它会显示是100%再加它技能加成嘛？那现在就变成说，它有技能加成，或者是它有这个，就是啊，总而言之，就是它现成的呢，它都只是显示是说加几十趴，加多少趴的工作量。那它不现成的呢，就直接显示是扣几十趴的工作效率啊，变得这个改动非常满，让人满意，非常直观的一个眼就看得出，哦，这个人现成什么，这个人不现成什么。那还有一个东西就是说技能这一边了。那技能这一边呢，它这个也跟服，这个更新也非常的棒啊，那就是说，它后面的技能呢，也是一眼就看得出，这个只要是之后会学到什么技能，那就可以从而去计划说这你想要怎么去培养这一只角色。我觉得说这个设定真的，这个更新非常非常的棒，这个刚好就先提了，那这个。我觉得说，神秘学武器有些什么可以学的啊？可以做的啊？哦，那我们就给这个赛斯，我们就用它去练一下剑术吧。OK，这个再做，这个再做。那今天这一集呢，我们就要来找到更多的人手，来继续运作我们这个殖民地，不是殖民地，是这个营地啊。有人救的时候，我们就去救人家。这，那还有就是有一点东西，我就是试一下摸的时候才发现说啊。原来人是角色是有克水的，以前从来没有缺水过，对，所以我发现说人是会角色会克死的啊，这个也是新发现的啊，一个手残所发现出来的东西啊，至于技能这边，我们先来学个技专学吧，我们也是需要做一下哈，之后我们来去挖点粘土回来。into，我们这张地球粘土的量好像没有很多，就废料现在都可以制作。哦，yes，我们去救个人吧。再加个马克思进去吧。等，变成是多开一个手，对了，惨了，惨了，怎么三锤的？不是我想要把马克思移到这边来啊，马克思不行，好麻烦。那这个，我们来去看一下，特遣手，对，怎么去三锤啊？添加挖掘是三锤，是在那个页面了。
欢你。不是吧？哎呀，那先稍微啊读个存档好了。这个吧。哎呀，毕竟这个，我觉得说他要继续再去更新一下下才行啊。怎么变？这是什么时候的传达啊？嘛，直接读取回原本的那个吧。啊，刚刚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，单纯就是我手残设定错误啊。那我这次直接按这边管理啊，直接按错了啊。马克是我们添一个射箭的进去。好，这就好了。嘛，反正也是稍微的讲解了一点点事情，也没有什么做事啊。那么，这个先挖一点，再砍点木头回来，之后再学紫砖学哈。嘟嘟嘟嘟嘟。level up， 赛时。这个技能。读取过之后有点不一样哎，哪里？神秘学，神秘学我记得好像后面有一点点。剑术要升级的才能学，那就，命中加5%，命中加5%吧。射箭也是需要讲求命中率的嘛。骰子，好，来去救人喽。那我自己私底下是发现说，两个人的这个应该不知道是不是改版。让敌人的变强了吧，还是这个设定因为它有难度这些设定啊，那导致说一些敌人打起来我们这边的损伤率其实还挺高的。损伤率嘛，也对，那就是这个玄学的血量其实比以前我们玩的时候还要大的很多。那只是隔了一个月没有玩，然后这个游戏改变的还蛮大的。那还有就是一个不知道是不是设定还是怎么样，那只要有敌人来的时候呢，他这个营救的速度就会下降啊。看，所以建议是打光啊，再来去救人这样子。OK， 你看这个竹条跑得多快 ，OK， 走。那然后还有一件事就是这个官方有这个汉化的问题还是怎么样？你看这个名字多么的强，超级多名字集在一起了，所以现在有一些人救回来就要自己去。手动去改名字，不然他头上的那个名字圈就已经足够挡住很多东西啊。我们这边的第二只妹子啊，罗文，我们记得我们本来那只叫罗文嘛，我们一个一个给他三个去就好了哈。啊，你，这一个是工程师啊，哇，我们。营地第一个工程师终于出来了，优先盖东西。我们终于有一个可以优先去盖东西啊！啊，水不足，水不足，打水，打水，打水。再做一个套装，峡谷套装。这边的树再砍掉一点点，谢谢你。炉子还缺粘土啊，马克思，你去做什么？你去做这个好。
吧，随便啦。砖头屋有点忘了要什么时候研究到什么地步才能盖出来。嗯，应该是盈利这边对吧？嗯，对，建造，哇，有的跑，来学个烹饪技术，然后再来学这个水利，减少用水量。嗯，哇，粘土还是粘土不够。因为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这边呢，这个营地啊，不知道为什么是非常非常怎么讲，多非常多这个研究人员啊，每个人都研究的速度都有一点点的加成的，这个我真的不知道给他怎么设定，怎么给他设定的啊？看这个加30，这个加20。嘛，也就两个而已，不过还是蛮多。一开始只要你一开始四个人里面有两个人都研究，然后全都几个去研究那边就哈。既然你是工程师嘛，后面有制作，那他本来是建造有加成嘛，我们来给他一个建造，那这样子他就可以优先去做这两个工作了啊。他本来就加75了，所以不用担心。不过神职人员是啊，不对，神职人员是另外一个啊。好，那就建造优先吧。OK， 那来先来做个熔炉，烧点砖头出来，好不？之后再挖点粘土，50%，不错啊，怎么58？只加了50，研究点数。至于说刚刚为什么那个人不去救呢？就是主要是我们诺兰，我们的探索队啊，这个血量恢复的速度应该是有稍微的调过。以前学魁的还蛮快的，现在魁的速度太慢了，所以稍微的让他休息一下。来的护甲，两个都有过护甲呢。增加回避速度而已。好，来种个小麦。这边我有点想要再多盖个两个蔬菜园呢。看看我们蔬菜，蔬菜其实好像不太够，再来盖两个给他。那这样子的话，更比较好做了。这边来盖一个。OK， 这个是布莱德，命中。哦，什么？嗑药事件。哦，侦查啊，这个侦查不打不行啊！我的，不，先回来。我们因为我们直到见到直接在即，要先守一下家里再说。这个技能看看近战，不过他枪械狂人中。他学一些枪之类的东西吧。OK， 这个没有矮药，有一个棒子。那来分一下人手吧，两个王上。那有一次也会再跑上去吧。
来帮忙啊！帮忙，不要站着不动。不用，不要我每一下我，不要我叫一下动一下，好吗？行。啊，稍微大家都算了一点血啊。啊，这边不能挡。OK。先等他们过来吧。啊，不要碰我们的马克思。OK。顺道出去收个东西吧。收一下这边好了。我记得有这种阵道。好。好，回来吧。用了四个生存者。这个我们顺道也做一下吧。差不多八个人开始营地就可以稳定的运作了。慢慢的死人。So， 哇，已经有狼人了耶。不行，撤退，打不过。罗伦不撑住跑啊！哎呦，好，差点。Close call， 不行，现在以我们的武器等级来说，有点难打得过啊。哎，我们该开始说稍微的来改，改，增强一下我们的战斗力了啊。叫枪战是先不用啊。神备血。我们来盖一个房子来研究，来当研究师吧。其实研究室我们盖在哪里啊？这边好了。差点我们的老人就去了，差点。做什么就去，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去。这个还挺爽的，蔬菜不足，好吧。罗伦，冒险加工枪法好，那我们再做一把工让罗伦拿一下好了。铁头物棒，先被加速。OK， 罗伦改成后方支援了。OK， 枪法。小麦这个先种出来吧，之后可以拿来养这个羊。再给他一个。熔炉出来喽，我们可以烧砖块喽。石头不够了，再去挑，挖点石头回来。挑嘛也是挑啊。调打，来睡觉，想睡就去睡嘛。现在不救人了，先不救人了。
我也想要救，但我救不了。OK。异木是我们来，我们先选这个床吧。啊，不对，不是床，先选这个农场啊，绵羊农场，让我们可以先去养这个羊啊。农场这个我感觉说一个这个，毕竟它我们只希望它抢这个羊毛嘛，我们先做一个吧。说不定我们可以做点面包出来吃了。啊，要炉灶，我还没做出来。炉灶啊，东西还不算很多，简简单的。希望我们安妮可以赶快把这个给做出来，之后我们就可以做床啊。OK， 实验台先搬到这边来。OK， 那时间差不多了，那我想说把这个系列的影片给缩短一点点，到大概是20分钟前后吧。对，那这单纯是想要缩短一点。那之后如果有目标，那一集有定一个目标的话，那就以完成那个目标为一集这样子啊，那中间会多剪接一点，就是这样子啦。那我们这集发展也算是还不错呢，只是这个侦察营地好像打不过。对，可能说我们上一集要来去处理这个，要去学这个啊，不是学，那我们上一集就要去做这个医疗师出来。要说对，这你看就是羊毛不足啊，所以我们要尽快的养出羊出来，那多做一点床做这个医疗师，那暂定目标就是这样子啦。那我们这集时光先到这边结束，谢谢你们收看，下一集时光再见啦，拜拜。